Hello，Hello，这样早了，去哪次 K 妈了？今天是星期日，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呢？七早八早问这种怎样答都死的问题，这次录成了，没有办法，要出大招了。不如我带你去 staycation 呢？好啊，Let's go。就是为了这一个帮你，然后我们遇到 friend， 我们特地来 Leon 吃饭，刚好遇到瑞妈。我们前两天才巧遇见，又见到，真的是很有缘。这个是牛肉来的，然后它有其他的配料，然后它就是从那个 Master Chef 的那个比赛，然后它就 fusion one of the contestant 就来 Leon 做，然后做一个版米，对。Nice. Okay, so $15 没有浪费掉了。讲实话，钱都花了，不好见，没办法。现在去的一个地方吃 lunch， 它的名字叫做 Rocks， 好像叫做 The Rocks Seafood 啊。So 我们现在就是刚才吃了早餐，吃了 Lune Croissant， 现在我们就出发，开车去这个地方叫做 The Rocks Seafood 的，然后它就是靠近我们住的地方，然后呢就希望说天气晴朗啦，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附近走走看看啊。2000 years later. Thank you. 你看里面还是外面？这个是我们吃的 kingfish ceviche， 这个是我们叫的 Marigold 连骨面。你看他很忙在那边拍，用电话拍。刚才那餐饭其实是不错的啦，可以有机会来对着海边吃西餐，你觉得呢？我们的 crew member， 你觉得呢？很舒服，很冷，冬天来是好，我夏天来。他可能 camera shy， 所以他就觉得，或者是他太冷，没有很多东西讲。So 可以来的，下次我们可以介绍来这边吃东西，走走海边，拍拍照。我们现在走完海边，因为小弟不单能喝酒，喝了一点酒就有一点点不能驾车的情况，所以就交给我们的 crew 开车。你看那个驾车驾得几认真。我们现在就是出发去买酒，
己去买酒，然后我就去 check in 我们的 hotel。进去五分钟不到出来买了一瓶最贵的酒这个就是不会喝酒的人很容易被骗买酒的原因，真的是进去五分钟不到 wine tasting， 学人家 wine tasting 之后一选就是选最贵那个，就买一支试试看了、回去好掉慢慢喝走。Golf course 的哦，给大家看一下。So， 这里有一个床，然后电视机在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蛮爽的 sofa， 在这边蛮 chill 一下的。它外面可以直接看得到 golf course。哇！很漂亮，真的是很美。德公可以出来打一下 golf， 吸收一下大自然，还有一些空气。这里是给我们在这边吃下东西啊，享受一下 sunset 的地方。然后它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bathtub。是 open 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在这边 bathtub， 可以在这边冲一下凉啊，休一下啊，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卧室。So 蛮不错，蛮大，真的是很大的一个 hotel。今晚我们就在这边 stay 一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staycation for tonight。3 hours later。你在干嘛？我在享受这个 sunset。其实现在可以来 staycation， 在 hotel 里面坐着什么都不做，休息，享受这一刻。在 COVID 的时间里面，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我们好好的品尝，可以出来旅行，可以做自己还能出来聚集的东西吧。我们现在就要去吃午餐，一个叫做 Jackaloo 的地方，
吃午餐。吃了午餐之后，我们就会去搭 ferry， 从 Sorrento 搭 ferry 回去 Ballerine， which is 另外一 side， 吉隆那一边，然后回家。这个 trip， 我们从昨天的海鲜吃到今天的也是西餐， so 我有一个感想，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每次我问他们要不要去吃西餐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讲还是中餐好吃。现在我深受体会，吃了这样多餐西餐，我觉得很腻，我很想回去吃碗汤面。